你对于女人的承诺，我只当听了个笑话。至于乾坤袋，只是个普通法器，拿回来这一件东西还不够，必须让叶浩然和天宗十倍偿还，拿出更多宝物。放心，师尊，我会拿到想要的一切。还是师尊狠呐、啊，这是敲打整个天宗的节奏。正好叶浩然抢走乾坤袋，我有了充足的进攻理由。很好，不愧是我月瑶的徒弟。记住，以后要道心沉稳，避免贸然行事，学会占据有利的优势。师尊，情况不妙，天宗的人来进攻道宗了。怎么回事？哇，大师兄在师尊的卧室，还和师尊这么亲密，难道刚做了什么刺激的事情吗？天宗来得正好，这下消灭他们的理由更充足了。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就不客气了。击退雷敌！天宗的弟子都疯了吗？一窝蜂的来进攻道宗，他们应该中了什么邪术，浑身带着魔的气息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现在斗！大家摆好宴席见证，这样可攻可守。嘿嘿，我可是精通各种知识的神兽白泽。指挥一帮修士小姐姐打架还是简简单单的。听从白泽宝宝的指挥。你们怕是失了智，竟敢侵犯我道宗。是我大师兄和师尊他们来了。太帅了，战斗力瞬间飙升。就凭这群鼠辈，来了也是送死。发起反攻，然后荡平天宗。天宗这帮人浑身血气，一定是被叶浩然控制了，所以才来进攻道宗。无形仙子月瑶，你终于冒出头了。啊！今日我便要手刃你们。不是吧，叶浩然的家伙这么强，连他师父都控制了，一定是用了什么花招。失去理智的周帝实力提升不少，绝对不能小视。哎呀呀，我说老女人啊，打架怎么能不叫我帝宗的人呢？青莲道长，他来了。青莲妖婆，你是来帮周帝的吗？老女人，这次你格局小了，我是听说天宗进攻道宗，过来帮你们的。啊？无论怎么样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还是懂的，不可能让天宗势力壮大。不用你这个妖婆插手，对付周帝这个疯子，我一人足矣。那好啊，你自己对付吧，我带着张毅师侄双飞去天宗偷家。啊！混蛋老妖婆，你不是来帮道宗的，分明是来抢我徒弟的。青莲妖婆，你给我等着！抢又怎么样？这次我青莲不做人了，你能奈我何？有话好好说呀、啊！还有，你飞得慢点啊！这次去天宗的行动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等完事后，我给你特殊奖励。好啊，你小子学坏了，给我画饼吗？不过我同意了，好期待特殊奖励是什么。嘿嘿，有青莲道长这个听话的前辈跟随，天宗这次指定要完蛋。以后我就是天宗的宗主了。你确定周帝和那些弟子可以拿下道宗吗？哼，就算无法拿下，也能对张毅的道宗造成伤害，反正别人的生死和我叶浩然无关。你不用隐藏身形了，我要你堂堂正正的活着，让天下人知道你是我叶浩然的军师。切，什么军师啊，不叫姐姐了吗？话说山门你做好防护了吗？小心别人偷袭啊。细节我都考虑到了，防护做得很好，连一只蚂蚁都进不来。启禀叶宗主，有人偷袭后山的藏宝阁。什么？这必须阻止张毅，不能被他占了便宜。不是来天宗杀人的吗？
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入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能来吧，秦宇。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入魔头，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被我人中逼到无路可逃了！我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，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